再来给六来花吗？大家好，明天上午直播嘞，我今个下午得空，让带大爷去染染头发，然后正好给你娃也见见，中不中，大爷？中。嗯，那我给大家见一面，潇洒潇洒，也得讲讲这个帅气。叫人家给你设计一下。啊，中中中中，整整发型。对，还可以。好，中午再走吧。咱整完发型之后，咱再抽点衣裳。中中中中，抽个衣裳穿来干净利索点。咦，中中中中，咦，那太好了。中，走吧呢。中，长点，出发。好嘞。老板，哦，来了吗？给俺欢迎过来，给俺整整头。好好好，管等一会儿啊。啊，先坐着，那边有板子。好，坐着，先坐着。你准备咋整俺头发？染染见见，给俺大爷设计个发型。管管管，俺把那有色单给他拿回来看看。大爷，哟，来看染啥色？我就染了黑色吧。嗯。给金娃染个，要这样的吧？染个啥颜色？你染吗？嗯，你娃染染吧。好啊，你要光想染吗？啊，中中中中。你看你喜欢哪个？喜欢这个。这个？嗯。青棕色吗？嗯。要红色还是黄色呀？要这个，这个洋气点的年轻。这个色？嗯。这个色中不中？中。这一个吧。这一个。不中。这个中啊。啊。好好好，这个呀。坐哪儿？是坐板凳还是坐轮椅上？就坐轮椅上方便。哦，中，好好好，我给你染漂亮点啊！啊，我还是你的粉丝嘞。啊，嗯，你妈来谢谢啊！好，先叫他给他染好一点啊！啊，好了，好一点啊！啊，对对，你要染漂亮一点，染漂亮的，染美一点。好，你说我长得漂亮，你给我染脸再漂亮。好了，给我拿便宜一点啊！好，嗯，上钱。嗯，剪好一点，潇洒帅气。中中中，咋好看咋给你剪。哎，对对对。那回去看不看见了？啊？叫看不叫看了？啊，叫看叫看。看啊，看着啊。把我帅气不帅气啊？你不帅吧他？我都白了。帅气了，你多叫几个哥。啊。这个帅咋样？差不多。好不好？你看大后头看着吧，我看前头没有后头，还没干呢，干了效果都干，干了效果都给你提了。哦，你往面吧，我这有点话到这儿。这看着比那年轻啊，是比那年轻。行吗？我看你今儿理的发，你也怪帅气，啊，怪漂亮，啊，我帅不帅？你帅。我这帅的给六来花吗？啊。咦，那心中的这帅的不得了吗？啊。好，中。啊，咱走吧。脱衣裳去吧。中吗？走。好，走，下车了。男抽个女装在那边啊，女装给他抽个裤子，抽个外套。这他能穿吧都？这可以穿，能穿上是吧？对，可以穿。你娃儿，你看你喜欢哪样的？喜欢这样的。还有，啊这个。大爷，你给他瞅瞅，你给他挑挑。啊，喜欢这样的吧哥？有吗？这个中不中？中是吧？啊，有拆开的。我要啥样式的？找个厚一点，稍微厚一点的，加点薄绒的嘛。哦，中一着呀。给了我妹妹。好，试试吧。好，中不中？中。好嘞。谢谢明月了，好看好看。这个裤子中不中？中，配个排裤吧，裤袄配个排裤，好看中不中？啊，呀，真漂亮，跟你相中了吗？好嘞，跟我吧。啊，中。可以，夫人喜欢回了，喜欢回了。啊，中。走，咱俩给哥瞅瞅吧，哈。啊，好，走。
你要肉嘞还是要蛋嘞？这边是加点肉嘞，这边是蛋嘞。你看一下有哪一种？哎，喜欢亮色的，你要不都拿这个粉色？嗯，都拿这个粉色。没意思。我是我一个瘦了，你再买一个呢，再要一个。没有那里边套衣服呗。你套个那种保暖衣，那种贴身保暖衣。贴里边穿，贴身的那种，穿外的那种，里边穿贴身的那种保暖的。对，显出来好看，还不走一张呢。哎呀，不中，那个白的。这个身上的，那变。那你打个白色。喜欢粉色。你打个白色，拿个粉色呗。有啥犹豫？打个白色，对，它要么粉黑白，对，要么深蓝，嗯，要么衬衫就这种颜色的，就是像这种，这种颜色大爷光嫌太 low。大爷，大爷，你们相中了呗？啊，那等会儿咱再上其他地儿看看吧。那中啊？我先叫你娃儿给他接了。啊，你娃儿这种。啊，你娃儿都这吧哈。好好好。准备好了没，大爷？准备好了。对。哎，赶紧给你娃儿。哎，你娃儿穿新衣裳，咋的？激动的说不来话了。哎呀，我也激动的不得行啊！哎，看直播的我心里高兴啊，睡不着觉。嗯。你娃儿，你穿这身衣裳好吧？啊。啊，中了。你也高兴回来。啊。哦，我也高兴的不得行啊。那哥帅不帅？帅。帅。啊。嗯。这俩这打扮的中，我看是中，我看不来。你说大爷激动的话都走。哎呀，激动的天很难受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玩儿，你激动不激动？激动啊！不激动啊！哎呀，跟咱粉丝开直播了，跟咱粉丝见面说话了，你激动不激动？激动啊！激动。你穿衣裳还好。可以啊，好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好，你跟粉丝好好聊聊天哈。啊，好嘞。家人们，今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。铁丝，粉丝们，俺们是预约直播，请你们到俺们直播间来，欢迎你们，记得来哟、哦，中午12点哦。